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大家请坐啊，请坐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66页啊，866页最后一行啊，课题根二，利他得达。前面一段说明得用自在，得用自在里头头一句忍辱如地，这一句非常重要，德行都是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啊，如果不能忍就不能成就。菩萨六波罗蜜，第一个是布施，布施是修德啊，积德。第二个就忍辱，如果没有忍辱，德不能累积，虽然修啊，随时就爆掉了啊。所以忍辱才真正叫积德啊，德越积越厚，越厚越殊胜啊，能得到自在。那利他呢就更不必说了，今天我们看利他这段经文，发音雷震，觉为觉故，欲甘露法运众生故，况若虚空大慈等故，如镜莲花力然物故，如拘泥树复因大故，如金刚杵破邪之故，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。经文不长啊，但是句句呢都非常重要。是我们修学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够啊缺少的。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我们看
念老的注解。这一段呢，他注得很长啊，发音雷震，经训佛语凡雷震，雷音原文，真音世间，一语发音，能觉群迷啊。这个几句话佛语是佛说法，佛教化众生啊，佛语清净，用凡这个字代表佛能帮助我们开悟，这就像雷震啊，把悟门打开了，真经世界啊，能觉群迷，目的就在这一句啊，怎么能去这一句话我们要重视。我们听经听了不少年啊，讲经也讲了不少年，听经有觉悟吗？讲经能帮助别人觉悟吗？佛能做得到，菩萨能做到，我们做不到了。不但不能救他，连自觉都有问题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知道这一生很容易空过了，来生依旧搞六道轮回，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佛法跟世法不同的地方，佛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脱离轮回，这是大事，头等大事，没有比这桩事情更重要了。啊，这就是佛法殊胜之处，佛法超越之处。啊，几个人能超越？理上讲，人人有份；事上讲，有份的人不多，这什么原因？佛法教告诉我们，因缘果，这三个字要认识清楚。啊，缘是缘分，啊，因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
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是平等的。啊，虽有佛性，但是这一生迷了，不仅这一生迷，生生世世都迷。迷得很严重，怎么知道很严重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其分别，其妄想，啊，或者我们说起心动念，就是迷。迷在加深，不但有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。起心动念没造业，没有善恶，分别就有善恶了。善感三善道，恶感三恶道，这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谁有本事见色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是真修行啊，真功夫啊。啊，凡是成就的人，他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没善恶。啊，但是分别执着就有善恶了。他分别什么？他执着什么？他分别执着阿弥陀佛。好啊。这就对了。啊，一天到晚起心动念是无量无边的。跟着去执着，就分别执着。啊，但是几个念头是回归到阿弥陀佛。为什么要回归阿弥陀佛？唯有阿弥陀佛这一念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。这一念不可思议，这一念与佛相应，与法相应，啊，真正能相信的人不多。啊，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，也就想到下莲居老居士遇到净土法门，生大欢喜心，啊，这个欢喜至少让我们能感觉到的是一个多星期。你看他欢喜，他快乐，他乐的什么，喜的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遇到净土法门了，生生世世没遇到，所以没有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，好，保险出三界。啊，为什么？
这个法门待业往生了，他欢喜就欢喜这条啊，啊，待业，我的烦恼习气不断，也能到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脱离六道轮回了，永远离开了，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。啊，不管时间长短，那个无所谓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你决定在那里成佛，这欢喜啊！啊，我们遇到了欢喜心生不起来，什么原因呢？出不去。啊，可是下劳慈悲也。他在方便门里头又找到一个方便门，教导我们，这就是无念艰苦，进修皆要。我遇到这个法门，生欢喜心啊！为什么？如果没有这个法门，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不容易啊！几个人念佛功夫成片，啊，不成片，往生没把握，完全靠临终一念。临终一念，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决定往生。最后一念不是的，这一生的机会又错过了。你这问题多严重啊！那无念艰苦，好简单啊！真的是待业往生。它时间短，方法巧妙，不让妄想能够渗透进去，这就是他无比殊胜的功德啊！时间不长，三十二拜啊，加上观想，功夫得力了，再加上回向，扩大心量，不但自己的利益，也能帮助一切众生，殊胜当中更殊胜啊，这个进修结缘是下莲居老居士修学净土的心得他慈悲传给我们了，我们只要抓到这一本，既简单又容易，保证我们一生往生，怎么不生大欢喜心？法音现在越来越少了，讲经教学的人没有了。讲经教学可以长寿啊，你要不要？啊，我是不想长寿，这个世间太苦了。啊，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很苦，
啊，没想到遇到佛法。张家大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得到一般人最喜欢的最重视的健康长寿啊，我的寿命45岁，又延长了45啊，王后还不晓得哪一天阿弥陀佛来接应我，现在还没通知我啊。如果为健康长寿发愿啊，我们发这个愿是李老师教的啊，老师很慈悲，看到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有10几个人没有福报，寿命很短啊，教导我们讲经教学啊，他开了一个经学班在台中联市，我们参加这个小班学讲经教啊，真干的寿命延长啊，不是个个延长这什么原因，与发心有关系。那我们发个心，活一天干一天干到命终为止留下来了，没有发这个心的时候呢，这关还是没过去，这是事实啊，我们要相信啊。啊，心要清净，心要平等，心要广大啊，不单独自己，我们要怎样把佛法沉传下去我们做继往开来的工作，上一代传给我们，我们要传给下一代，传给谁？传给有缘人，有缘人到哪里去找？找不到。唯一的方法，求三宝加持。我们到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只有求佛菩萨加持，让我们遇到啊，这两年我们想象不到啊，遇到了这个地方的校长，修斯教授啊，他希望我们合作办汉学院，培养儒释道的人才啊，所以汉学院底下4个学系汉学是汉，着重于文字文言文啊，有儒有道有佛啊，我们在这个里面培养
儒释道的传人。这个愿心大，这个愿深，这个愿广，要实现的，要实现就得要长寿。啊，没有寿命，这个事情不能做圆满。做圆满要寿命。啊，我发心，我们寿命延长了。你发心，你的寿命延长了。每一个参与这工作的人员，人人长寿啊。这个工作要能看到效果，至少要20年。啊，要沉船下去，那要30-50年。才能看到效果。啊，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法眼雷震，将来佛有传人，儒有传人，道有传人，才能够觉为觉悟啊！啊，这些人已经觉悟了，觉悟了之后要觉他，自觉之后要觉他。要帮助别人开悟啊！欲甘露法，这个欲是降下，从上降下啊，像天降甘露一样。啊，这是度众生呢。现在的社会需要什么？需要圣贤的教诲。首先需要相信圣贤教诲。啊，再提升喜欢圣贤教诲。啊，能够把圣贤教诲做到，文化就不会中断，这个功德很大，大到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受益众生呢，一个地区众生受利益，一定会影响全球。啊，全球众生都得利益。这功德多大啊！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，不求世间福报。为什么？世间福报有限，我们要求出世间的福报。出世间福报求什么？求往生净土，求清净阿弥陀佛就对了，那就圆满功德了啊！所以佛在此地教我们，
我们以法印，以甘露，觉悟众生。啊，甘露是比喻佛的教法，甘露使人起死回生。佛的教法能令众生永断生死，得大涅槃。这几句话重要啊！啊，这个四四十六个字，真的不是假的，没有一个字是欺骗人的。啊，佛之教法能令众生永断生死，得大涅槃。我们遇到佛法，能不认真学习吗？啊，今天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佛法没有人说。一般人对佛经很不容易理解啊，再有一种误会，认为佛教是宗教，宗教是迷信。遇到了不能接受，不能奉献，等于没遇到啊，这个事情财色名利确确实实有很大的诱惑力量，几个人能够躲过？几个人能够不受诱惑？我们自己的同学啊，跟我十几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多年，还是受诱惑。啊，这就说明什么？说烦恼习气太重啊，不是这一生累积的，多生多劫，生生世世，越燃越深，越严重。所以，虽然圣教摆在面前，甚至天天还读经，天天还拜佛，天天还干坏事，这现在情形多么可怕啊！它起作用，起什么作用？让不信的人看到的时候，哎，他那个心呢，就更是偏斜到一边去了。哎，你看修佛的人不就是这样的？说的是这个，干的是另外一套啊。说的是假的，干的是真的。啊，对佛法产生很深的误会。啊，多年修佛的人看到这个样，他也把佛法丢了。佛法是假的，骗人。真的有理都说不清了 啊，这是一群人，这一群人不是好数，人数很多，真正修行把生死摆在第一桩，把往生摆在第一条，不多
啊，什么原因？他受苦受难受得不够，所以很容易受诱惑。高明厚利现前，忍不住了。不知道啊，三途门敞开了，不久你就进去了。那人要能想到这里，就害怕了。所以现在，什么教育最重要？因果教育最重要。你要相信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就不敢了。啊，才能帮助你远离诱惑。念老注解里说：“欲者如天降雨，普运三根，故云运众生。”啊，下雨天，雨水落下来，三根是比喻，上中下三根，大根器的人。受利益的多，像大树，它吸收的水分多。啊，中根像小树，它需要的水分少。啊，下根像花草，啊，它需要的东西最少了。啊，天降雨是平等。没有大小中的分，但是花草树木能够得到滋润有多少的不相同啊，这就叫运众生。法华经里的说，我为世尊无能及者，安稳众生，故行于世，为大众说甘露净法，其法亦为解脱涅槃。佛说的法是一位，啊，但是众生听起来不一样。佛以一因而说法，真的不是假的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众生随类各得解，每个人听到的时候不一样，受利益受益不相同啊，那就是人的根性不相同啊，有大根性、中等根性、下根、上中下三根啊，通通都得益，得益不一样啊，上根的大彻大悟，中根的大悟，下根的小物啊，这从利益上来说，佛地论上讲，如来身教于诸外道一切世间邪劣教中最为真实，谁相信？谁能接受？谁看到这个这几句经文能不怀疑？能接受能不怀疑的，这叫法器啊，是佛教学的对象。如果看到这样的经文，心里生怀疑，没有在意，没有放在心上，读过就算了，语言不成熟，
善根福德薄地啊，这也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下面接着说，殊胜清净，犹如醍醐，亦如甘露，令得涅槃。啊，这用比喻来说，一切经教，无论大乘小乘，显教密教。宗门教下都是殊胜清净啊，醍醐是比喻天然饮料当中最好的饮料啊，是什么呢？道元老和尚当年在世，他第一次到印度去朝圣，那是个讲经的法师。到印度去啊，想看看两样东西，一个就想看看醍醐，醍醐是什么？啊，佛常常用醍醐灌顶，另外一个阿摩罗苦。啊，这佛子经上常常说的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到印度找印度人。醍醐有，现在还有，而且还不少。啊，阿摩罗果到处都是的，找到他面前一看，恍然大悟。啊，阿摩罗果台湾人叫巴拉。啊，这解决了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醍醐什么？西方人吃的沙拉。奶制品里的最炫，一看这常常吃啊，常常吃都不知道。啊，佛在讲经的时候常常引用这个来做比喻。那么上面这些经论，邪欲甘露法运众生故。啊，这个意思。下面说，况若虚空，大慈等故，是以虚空来比喻啊，菩萨的平等大慈，像虚空一样宽广无际啊，这叫况啊，比喻慈心广大，虚空无主。一般宗教里面。赞美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佛经里面讲佛菩萨大慈大悲，一个意思，没有两样啊。这个爱心没有形象，我们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也闻不到，也摸不到，他在不在？在。在哪里？一切处，一切时，他都存在。那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？有。他充满了。我们为什么一点感觉没有？我们迷得太深了。你没有感觉到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有感觉到？证阿罗汉果的时候感觉到。全教菩萨感觉到。啊，十教菩萨得受用的，不但感觉到得受用。啊，确确实的佛菩萨慈悲加持，
啊，那我们没有感觉，有没有得到这个利益？有。得到这个利益，为什么没有明显的觉察到我们的业障太重了，烦恼太深了？啊，人要能够把不善的念头放下，不善的言论、不善的行为，通通放下，放到有一定的程度，佛菩萨加持里，你就有明显的感觉到，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平等大慈啊，佛经上常讲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，缘我们先讲条件，佛的慈悲无条件，平等对待一切众生，设法界啊，从佛法界到地狱众生，平等的慈悲啊！如果要没有平等慈悲，平等加持，三恶道的众生，那就太苦，太可怜。啊，我们学佛也如是，每一个人都得佛菩萨加持，圆满的加持，我们能感受到的，是自己的业力，啊，自己造的业，轻一些，小一些。感触多一点，自己造业重，感觉不到啊。诸佛菩萨，我们造极重的罪业，无逆施恶，它还是平等价值啊，他不会说你造的罪业重，我就不加持你；那个极善的、极德的多，我就加持他。那是凡夫，他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。啊，要知道佛菩萨没有分别执着，平等慈悲。啊，平等加持。底下念拉引用未喜这一句经文啊，也是解释旷若虚空啊，未喜这是五种原译本里面的一种，康僧开的本子啊，又如虚空于一切有，这个有就是有为法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有为法，无所住故啊，于一切法有无所住，这是觉迷不一样的地方。啊，于一切有，这个有就是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是生灭法。啊，有生有灭。啊，无所着，
这是菩萨的功夫，他不执着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啊！真正学佛的人，这很重要啊！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这是对的，不要去执着它，不要去分别它啊！为什么不可得？我们同学都知道啊，我常常提醒同学们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夜贪痴32亿8000年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不可得。既然不可得，你执着就错了啊，不可得就应该放下。一切有就是一切万法，与一切万法都不要执着。为什么？犹如虚空啊！现在用电视做比喻更恰当啊，电视画面有，但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啊！这个像画面的组成，一秒钟100次的生命啊，也就是电视显示的画面是1/1秒啊。那我们事实上，我们现在感官的这个境界里头啊，要照弥勒菩萨所说的，是2240兆分之1秒，单位是兆啊，不是万。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啊？我们这一句经文念的遍数多了，念熟了，随时随地都能觉察。如果我们对这一法哎起心动念，想执着它，想拥有它，马上就想到弥勒菩萨这句话，我们对于占有的念头就没有。啊，看清楚看明白是心得，是般若智慧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功夫是禅定的功夫啊，戒定慧的功夫，这样学习我们进步会很快啊，向上提升的很快啊，越向上提升越自在，真有受用啊！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！行思超自持记里面也有这两句话，无所住者立尘染故，染就是染物啊，不为外境所染物，这叫真修行，这叫真功夫啊。离知道它是假的啊，不需要离开，知道它是假的，知道它不是真的就行了。念老给我们总结一句话：故以虚空之无著，表慈心之平等。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就跟此地所说的一样啊，佛心平等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如净莲花啊，清净的莲花，莲花
出污泥而不染，莲生泥中，表不舍众生。啊，这是为什么佛教用莲花来表法？啊，佛菩萨无论是站着、坐着，下面总是画一朵莲花。啊，就表这个意思，出污泥而不染。那个污泥是什么呢？污泥就是六道轮回。啊，轮回的众生，六道里头染着分别执着，而且分别执着非常严重。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到业力前身啊，淡薄的业力浅，坚固的业力很深啊，果报很可怕啊，所以教导我们离染污。如拘泥树啊，拘泥是啊，泥拘是梵语树名，中国没有这个树啊，翻作无结树啊，纵广树啊，这个慧灵音译第十五卷里头有这么一段记载，这个树端直无结啊，圆满可爱，这个热带地区有啊，去地三丈余很高啊，才有枝叶，它的枝叶长在很高的地方，下面是枝，这个树干枝的啊，其子微细如硫化籽，唐古无此树啊，这是唐朝人写的，唐古就是中国啊，中国没有这种品种啊。那么又引的罪福报应经，是泥拘类树，这一类的树高20里，啊，啊，罪福报应经里的啊，志不方圆，负60里，其树上子数千万户，啊，那么这些都是经上说的，啊，像这些数字，我们很难理解。我们不相信地球上有这么大的树啊，高有20里。啊，覆盖的能盖60里。像这些经文，我们在讲经的时候，参考老居士的注解，我们可以把它省掉。啊，凡是容易引起争论，啊，它是不是真的？我们相信真的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看到的。啊，星球很多。别的星球上有啊，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。啊，有相同的
也有不相同。啊，现在科学越昌明，对于这个解释就越来越广，跟古人不一样。那么注重在他比喻，佛说这什么意思？比喻菩萨于诸众生广作庇荫啊，菩萨的爱心，菩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，就像这种大树一样，它能够遍覆一切苦难众生，常常把这些苦难众生放在心上啊，有缘遇到的时候就会伸出援手帮助他啊，缘成熟了啊，什么叫成熟？他对于佛菩萨的话深信不疑，那就要劝他往生净土，一生圆满成就啊。如果不能接受其他的经论，那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啊，一定要用跟他根性相应的，他喜欢的教他啊，不着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提升啊。像我们年轻啊，知道佛法，对佛法是非常羡慕，对经教非常欢喜啊，对净土宗不能接受啊，都认为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这大概是释迦牟尼佛啊，对那种下下根人用的方法啊，不是对我们，我们产生这种错误的境界啊，等到我们大乘经里面读多了。啊，才晓得佛经句句真实，没有一句话是妄语。啊，于是才真正能接受，能欢生欢喜，能够把大乘经教统统放下。啊，专学无量寿经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也相信一半是自己多生多劫的善根慢慢成熟啊，再一半是得佛力现前的价值啊，欢喜接受下面是解释金刚书啊，金刚组梵语法者罗原为印度兵器，密宗用为法器，表坚立之智慧啊，金刚表智慧啊，它是印度武器里面的一种啊，古代的武器密宗手上拿的灵属金刚书啊，这个金刚书代表智慧啊，表坚立的智慧。大日经书第一卷里面说，法者罗是如来金刚智印啊，又云譬如地舍手执金刚破修罗军，比喻地舍就是忉利天主啊，忉利天主
也有人发动对他战争，那就是阿修罗，所以说破修罗军，这是用这个金刚术这种武器来对付修罗，那么在这个地方住至金刚一佛如是，这些菩萨手持金刚表智慧，智慧才能破除烦恼，才能化解灾难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不安定啊，要用佛法说，像阿修罗这些不少出现在世间的。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，欲界天有阿修罗，人间有阿修罗，畜生也有，恶鬼道也有，只有色界天以上没有阿修罗，所以修禅定生色界天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这个没有阿修罗，欲界有，欲界六层天都有，这是在人道修的大福报。有福有德有福德，没有智慧喜欢争论，竞争，斗争，战争，喜欢干这个事情，那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常常看到新闻报道，是发动那些战争，谁在那操纵的？修罗。修罗有很大的福报，所以能够对付欲界天，在欲界天发动战争。这样说起来，欲界天也不太平，要过太平无寸，至少是色界天，色界天得修禅定，得初禅，生初禅三天，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四禅有九天，那么这些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人王经念诵仪轨上卷里面说，手持金刚术者，表其真智，犹如金刚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金刚是比喻，般若是法，比喻这个法像武器里面金刚一样，诸部要目里面不持金刚书念诵，
无有的成就，金刚术者菩提心意，能断能坏，断常而变，其中道中有十六菩萨位，一表十六空为中道，两边各有五苦，无佛无智意，一表十波罗蜜，能摧十种烦恼，成就十种真如，辩证十地，故知金刚术表金刚真智，能退魔君，断烦恼的成就。这段文里头最重要的就这几句话。佛经里头用金刚术表金刚真智，真是智慧。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表这个意思。智慧开了之后，这一切障缘磨难都没有了。纵然遇到，你很顺利通过，为什么？不沾染呢？智慧重要，人有智慧，烦恼就没有了。实在讲，烦恼跟智慧是一体的两面，正面是智慧，反面是烦恼。所以佛家说，烦恼即菩提，菩提跟烦恼是一桩事情。觉的时候智慧，迷的时候烦恼。觉悟了，转烦恼为菩提。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财色名利，对于菩萨来说，菩萨不沾染，财色名利从心理上消失了，那外面的境界他遇到了若无其事。你要问他呢，为什么你不执着呢？你不需要呢？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他知道真相啊，不造业。世间人执着，坚固的执着，他能不能带走呢？寿命到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。一场空啊。他做鬼还想着了，还念着了。念着他舍不得离开他的家，他的房子，他的财产。舍不得离开，必须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他才离开。这事情真有啊，不是假的。佛给我们说的是真话。我们要相信，决定不能迷惑，只要看得破，要放得下，修行就这两四个字。这四个字
张家大师传给我的。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不是我从方教授那个地方认识了佛法，也非常欢喜。请教大师，佛法里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很快就契入境界？我问这么一个问题。我提出这个问题，大师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我们看了半个多钟头。我等他老人家开始，他看着我，一如如不动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反正等吧，半个小时之后说了一个字，有。然后我们心里振奋起来了，有，好啊，他又不说话了。大概经过十分钟之后告诉我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就这个方法像走楼梯一样，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这个方法，他一点都不另法，完全传给我了。这六个字，两句话，很容易，何必要等40多分钟啊？十几年之后，我才恍然大悟。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？我们年轻，心浮气躁，一定到的浮躁的气氛完全下去了，才跟你讲话。为什么？你才能听进去。如果当时马上就答复你，咱这个耳朵进去了，你就出去了。或者是不在意，不重视，这种教学方法是佛家专有的，在外面教人呢，用这个方法，学生都跑掉了，谁来听你的？一个多小时，只说了几句话。可是句句话都是真实话，句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话。依教奉行，决定有好处。如果没有耐心，掉头而去，语言就失掉了。我还有耐心在等啊。等老师的教诲。我们的缘就这么接下来。大师一生言语不多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看他这个样子都像在定中，如如不动，那个模样就跟照片上照的一样，
不是照照片是那么做的，平常就是这个样。无论在哪里看到他，都像在定中。啊，佛经上说的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啊，这两句话形容张觉大师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啊，他的羞耻就在他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，如如不动。啊，见色闻声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起心动念，我们相信有，那是太微细了。啊。分别之处绝对没有，与一切法不分别，就与一切法平等；与一切法不执着，就与一切法中得清净。那我们的经题上，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因呢。啊，净宗法门修什么？修清净平等觉。用什么方法去求？一句佛号，把心系在佛号上，不要系在五欲六尘上。啊，五欲财色名食睡，六尘色声香味触法。啊，天天在这个里面转，要学到片叶不沾身。啊，就是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那就是菩萨。到不起心不动念，是法身大士。啊，那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没有明心见性，到不了那个境界。啊，我们学那个境界难，但是我们要练，练什么呢？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这真正做到了，在佛教是全教菩萨。啊，也就是天台贤首所说的。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就这个地位。啊，那不起心不动念呢？那是化身菩萨，那是登地了，初地到十地的地，那个位置高了。啊，我们只要沾上初住一点边，决定生净土。净土品位还不低，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凡圣同居土。啊，净宗法门太殊胜了。那么金刚杵它有五苦。啊，我们在寺庙里面看到佛像，佛手中拿的，啊，那个样子能看出来，那个五苦是表法，啊，表五佛五智，也表十波罗蜜，二无是十嘛，十就代表十波罗蜜。啊，能摧十种烦恼，成十种真如，辨真实地，啊，是在表法用的功夫。是表法。
不是把它当作神明看待，那么看就错了，就迷信了。啊，佛菩萨通是表法的，我们看到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代表孝敬父母，大孝。哎，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地藏学起。地是大地，藏是宝藏。啊，所以用地藏做代表，那个地表什么？心地，我们的真心，真心里面有无量智慧，有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第三句是：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那个本自具足就是真心，自信是真心，真心里面本来就具足无量智慧啊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大乘教里还常说心外无法啊，这些法从哪来？都是自心变现的。所以能大师默会一句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啊，整个宇宙从哪来？我们自己起心动念生的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没有了，就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就圆满菩提，就叫成佛啊。所以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让我们回归自信，自信也叫法身，回归自信就是真的法身，就圆满了啊，上面就没有了。他不迷信啊，表法啊，让我们看到这个相，想到他代表的用意啊，地藏菩萨代表地藏经，地藏有三经，平常大家所读的是本愿经啊，地藏的大愿大行啊。第二个观念必须有大孝才会有大慈，如果对父母不孝，哪来的慈悲啊？那么观音菩萨所代表的就是像基督教里面上帝爱世人，就是那个爱世人，观世音菩萨代表，特别是千手观音啊，千手观音这头顶上有32个面孔，那是普门品的所说的32种，32大类，不同的境缘啊，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啊，我们这人类当中分为32大类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啊，不同的时代。菩萨没有不教化的，随类化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有一年我在日本访问中村康隆老和尚，那一年他100岁啊，我们见面
他告诉我，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教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说得好，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。我离开他的徒弟，送我到大门口，告诉我老和尚今天讲的话他一生从来没说过，他怎么会对你说这些话啊？通通是观世音菩萨化身。所以观世音菩萨的32个面孔不能画相同的啊，要画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啊，知道通通是观音菩萨化身啊，大家就不会再相争了，不会再吵架了啊，非常有意义，这表法的嘛，你一定要懂得它里的深意啊，千手千言表示言道守道，菩萨看到众生有苦，他就来主动就来帮助你啊，帮助你离苦得乐。啊，所以佛门在很早就用艺术来教学。啊，用音乐教学。大家喜欢唱歌。啊，所以经里面许许多多的歌词啊，偈颂都可以谱唱去了唱的。啊，金刚正智能破魔君，断烦恼的成就。魔君就是烦恼，烦恼就是魔君。我们今天不能成就，就是烦恼不能断。啊，那什么能断烦恼？智慧能断烦恼。所以要求智慧，智从哪来？智从定来。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。佛法教学着重戒定慧三学啊，特别对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啊，佛就用读书的方法来教你，教你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所以读书是为了修定啊，用读书的方法来修定啊，读书人喜欢的，读了1000遍了，开智慧了，定开慧，开小智慧，2000遍开大智慧，3000遍开更大的智慧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用读书的方法，他读书不是学知识，不是教你学这书这个经历怎么讲的，什么意思，没有意思，什么也没有啊！你就是读，什么都没有，心是空的啊，心里的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一直念下去，念着定现前啊，1000遍小定就有小智慧啊，这部经的意思自己就能讲出来，2000遍比1000遍深，智慧开得多，你讲的深讲的透彻啊，3000遍4000遍越来越深，到大彻大悟，大彻大悟全通了啊！不但你念的这本书你通了，就是所有一切经全通了，
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，没有一样你不能讲，没有一桩你不通的。不但释迦牟尼佛讲的你通，阿弥陀佛讲的你也通，释迦牟尼佛讲的你也通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你全通。为什么？一个自信流出来的，你见了性，自信你流出的智慧一切贯通，没有丝毫障碍。佛法是从这么来的啊，所以张家大师讲的没错啊，教得好啊，啊，放下干部啊，念这部书，执念。所以他是修定，经里头没有意思，你要看出意思是你的妄想，是你的执着，不是佛经有意思，佛经开了悟了，你对十个人讲可以十种不同的讲法，那为什么呢？这十个人根性不相同，你讲其他的机他听了开悟，语言不成熟，就是他定的如定的功夫不够深，不能给他讲深的东西，恰到好处，切机切理。契机是对人，契理是讲法啊，让他悟啊，不是大悟小悟，慢慢从小悟帮助他提升，提升到大彻大悟。你看慧能大师，他一生教学，学生当中40多个人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史无前例啊，这个我们要看懂，学佛要从这里学啊，最简单一句佛号，修什么？修定，念佛是修定，念这句佛号里头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对了。这就是修定。那这佛号念久了，哎，定现前，功夫现前，现前就开悟了。啊，能不能像六祖一样的境界？有，现代就有。海贤老和尚就是个例子啊，海贤老和尚念佛礼义心不乱，礼义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平等的境界，啊，六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他是立根，上上立根，啊，没有接触过，一接触就开悟了，啊，听别人念经安静，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感动，啊，这个很少，海贤老和尚是念佛。啊，我估计他念多久呢？
应该在20年。就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念了20年，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三五年，功夫成片。啊，10年以上，事业心不乱。20年，理业心不乱。我估计他不超过40岁，他得理业心不乱。啊，得理业心不乱，自在往生啊。啊，为什么不往生？那是阿弥陀佛教他的。见父，我估计他10次以上，啊，见极乐世界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净宗初祖东晋慧远大师，他一生3次见到极乐世界，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。啊，第4次，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，他才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。极乐世界过去见过3次，现在又现前，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跟大家告别。啊，他回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海贤老和尚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这么长的时间。啊，所以我估计他见阿弥陀佛、见极乐世界10次以上。啊，他只很想往生，阿弥陀佛嘱咐他：“你修得不错。”留在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学佛人做个好样子，给修净土念佛人做个好榜样。所以他是阿弥陀佛让他表法的，寿命延长了。啊，我相信他的寿命如果没有不延长的话，最多也不过70-80。啊，他的母亲86岁走的，念佛往生。他的师弟82岁走的。啊，他活到112岁。啊，手上捧这本书，应该是阿弥陀佛告诉他。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？往生极乐世界时间就到了，所以他天天在等。会不会有人送他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那送书给他不是挖苦他？怎么可能送书给他？如果没有人送书给他，老和尚现在还在，他受不了，他就等这本书。啊，真的，在13年1月，就有一个信徒带来这本书，去看老和尚。老和尚一看，有人带着书来，就问他：“这什么书？”他这个书叫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胜》。老和尚听到非常欢喜，赶快跑到房间里面穿袍大衣，出来的时候书拿了拍到手上，要求大家给他照相。这张相片照完了，第3天就走了。所以我说，如果这个人书不送给他，他还住在这里。送错了，不应该送给他，让老和尚多住几年。他多住，我们世间人有福报，那个地区少灾少难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
啊，那么在中国这么大地区啊，虽然灾难很多，并不是十分严重，什么原因？像老和尚这样的人，真正的佛菩萨，我相信在大陆上还有不少，没人知道。他们多半在深山啊，很少出来，不跟人见面啊。我相信有一两百岁的啊，不是没有，真有啊。他们大慈大悲住持也是表法了。啊，那么这段文啊，金刚说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。我们再看一个名词，铁围山，如铁围山，这是佛经上说的一个小世界，以须弥山为中心，外有八山八海，其最外围之山叫铁围山，又名金刚围山，其铁性坚固，故曰金刚。啊，金刚能坏一切，而不为一切所坏，所以比喻不坏，啊，不坏的这个德，比喻这个意思。那么现在科学发达，人对于宇宙慢慢在探讨，啊，知道地球是围绕太阳，啊，太阳是个恒星，地球是行星，围绕太阳转的，啊，一周是一年。那么它围绕太阳的行星还有很多个，啊，现在太空探险，啊，人可以登陆其他的星球，没有发现铁围山，啊，佛说铁围山。这在三千年前讲的，在科学里头有问题，在佛法里头没问题。佛法为什么没问题？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，佛法给我们讲的这些世界是假象，不是真的，而且这些假象它是不住的，那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啊，念头一个接着一个，频率之快我们无法想象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信息，可以做参考。啊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啊，我们算出来了。啊，一秒钟念头的生灭有2240兆。后头单位是兆，不是万，不是亿，啊，是兆。生灭次数，也就是说，这一个画面，它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，也就是一秒钟，它生灭的次数是2240次。
我们用我们眼前的电视屏幕来比较一下，电视屏幕一秒钟100次的生命就把我们欺骗了，好像是真的啊！一秒钟100次的生命啊，那我们现前所看到的这个感官的六根、六尘啊、六识，他们的生灭的频率是2240兆分之1，这没有，我们完全不能够觉察到啊，好像它是真的，其实它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。如果知道真相了，哎，就欢喜放下了。啊，你放不下，你就是把它当真。真正放下了，就会非常自在，心里头没有负担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啊，也没有分别执着。这个时候，真心现前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就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所以你要真正想明心见性，没有别的，开始需要放下，什么都要放下。啊，把起心动念都放下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样样清楚，样样不要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就错了，心被染污了，不平等了。啊，真正修行人的功夫，参禅也好，持咒也好，念经也好，拜佛也好，都要懂得这个原理原则，就是放下。啊，不能有丝毫执着。慢慢功夫成熟了，就得定，就开智慧。啊，小定开小智慧，大定开大智慧。啊，那就是此地一句话，众我外道皆不能坏。啊，魔太多太多了，外道也太多了。啊，他不会破坏我们的功夫，我们平安度过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